中间好几个男子围在白色轿车旁，大家一起喊口号一二三，合力把轿车往上抬，因为有人被压在车底下。28号下午6点左右，一辆白色轿车开在三民区鼎立路桥上，但没想到突然冲出去，撞倒前方待转区的两台机车，还把骑士压在车底下。一旁民众吓坏了，大喊拜托，快救人。肇事驾驶表示，原本是要往前开，没想到方向盘疑似卡死，让他失控往前撞，连撞两台车之后，回转停在马路中间，车子压到人，驾驶竟然全然不知。驾驶人呢、啊，供称呢、啊，他由于方向盘呢、啊、卡住啊，不知道何原因呢、啊，擦撞了、啊，经酒测啊，并无酒精反应呢、啊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所幸被压在车底下的民众已经脱困，车祸现场三个人受伤，所幸都没有大碍。但看看肇事的白色轿车，右前车头钣金凹陷，看起来撞击力道不小，被撞的机车车壳碎裂，惊险车祸的一瞬间真的让目击民众吓傻。而肇事的车祸原因，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。记者宋佩岑、黄世云，高雄报道。